你这个衣服上写这么多字儿是啥呀？你都这样写字，你不穿那肉身上，我搁这试的试的换洗啊。这是校服，校服比一下啊，看看呀，真漂亮。放冰箱里边是吧？啊不，我跟邻居说的。跟谁？跟邻居说，给淘宝多少钱？我给100万，小店。来了。哎呀，你这是干啥的？这个水瓶我夏家。你的衣服嘞，宝贝儿？怎么又一脸黑呀？啊，上回买那个衣服为啥都不穿呀？还一样还没洗澡嘞，洗澡了花钱。你就在这儿洗啊？你这多长时间没洗澡了？不知道。想要个能洗澡的地方吧？行。行，叔完成你的愿望，等着我啊。对着土壤里的我枕边，他站在对面如此显眼，他笑我在众人眼中的装点，遮住了最后道光线。这土壤里的我枕边，他站在对面如此显眼，他笑我在众人眼中的装点，遮住了最后道光。用这个开关以后就不用在外边洗了。好好学习，你自己愿望自己也能实现。谢谢叔。走了阿姨。啊，谢谢。没事。啊，谢谢，我走了啊。谢谢叔今天帮我完成愿望，我以后会好好学习的。加油，加油。